修长美腿加傲人身材，是尚福雪给人的第一印象。尚福雪是1993年出生的姑娘，1.73米的身高，有着跟赤井沙希一样的美腿，还有令人称羡的 F 杯，是名妥妥的摔跤妖精。她的经历跟赤井沙希相似，成为女子职业摔跤选手之前是名模特，只不过尚福雪玩得更大胆出位一些，之后接触到摔跤比赛后被吸引，转行做了摔跤选手。尚福雪的长相更甜美幼态，有种萌萌的无辜感，大大的眼睛，白嫩的皮肤，小嘴圆脸，就是一个甜甜的邻家妹妹。但上了擂台就变成了辣手甜姐，她的拿手绝技有飞蹬、高踢以及艾斯粉碎技，这个技能是背向对手之后用双手前臂紧扣对手的脖子时，使尽力道将对方整个人往下拉下地面痛砸的招式。可以说路子又野又凶猛，论专业度他跟赤井沙希还是有一些差距，不过足以一拳把一个130斤的男人打哭。妹妹虽然长得猛，但人却超凶。其实说起摔跤，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强壮暴力，而说起女摔跤手，各位脑海里应该全是金刚芭比的模样，夸张的肌肉线条，严肃刻板的面容，给人一种生人勿近的感觉。但当尚福雪站上擂台的时候，便瞬间化成了狂暴女战士，一个无影腿，一个暴力背摔，无论什么高难度的动作对她来说都是小菜一碟。尚福雪是日本最辣的职业女摔跤手，这般尤物哪里舍得下手呀。觉得视频好看，烦请各位动动小金指给个点赞和关注再走，日后将会提供更多好看的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